这些考完证了，那预测当时没中，预测当时中考中考有，那不啊，准考证那不，我这准考证哪年下中？哪年那月嘛的得中嘛的？这做预测得当初都，当初那那说嘞，他这里也你看是嘛的，把我们结局过了呀？月嘛的月嘛的，那我来最想说的，预测得当啥下中？月嘛的月嘛的，我期待说嘞吧。就那说嘞，结局过了，我们也结局过不中的，把我们那个学生结局过了。今天结束没说，中考证拿来不啊？我给你前些点不见不就？前天看中考证来，现在得帮忙解呗。这个中考证还有，拿来些什么？中考来学来的，公里数是得的。